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That we thank Him and that we trust in God to put our lives in His hands so that He can mold us and shape us.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This song is called Potter's Hand.See dry bones living again.
mention other name, King of Majesty. There is no power now, or any who can stand before the power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Great I Am. Great I Am. Great I Am. Close to your side, so heaven is real and death is a lie. I want to hear voices of angels above singing as one.
的婚姻吗？如果你渴望，请你举起双手，我们来领受神的赐福跟恩典。神怎么说就必定怎么成就，在神凡事都能，这是神的命定，神的计划，撒旦魔鬼不能够拦阻，不能够破坏。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好的管家。主耶稣，我们举起双手的人真正能够领受你的命令跟赐福，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要立志成为婚姻的好的管家。主啊，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主啊，实在求你帮助我们忠于所托，忠于婚姻。哦，主啊，让我们将来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毫无自责。主耶稣，我们为我们当中每一个目前在婚姻当中的夫妻，或是他们父母亲的婚姻，或他们朋友的婚姻生活，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医治，求主复兴。哦，主啊，如果在婚姻当中受痛苦的，在婚姻当中彼此埋怨的，主啊，实在求你来转变，求主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彼此恩爱，而不是彼此伤害。耶稣啊，求你保险来责备，来怜悯，来涂抹，来更新，让他们从今天开始，从今年开始，真正经历到领受到你所赐福的婚姻甜蜜的，哦，是一个，哦，主啊，充满恩爱的，是一个是在充满神话语的，充满神恩告的婚姻。你怎么样的应许就必定怎么样成就，因为你是守约是慈爱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爱情的柔顺，你巧妙地跟随，身体灵魂都得到尊重。主，我的生命是你的珍宝，主，我的美梦是你的心事，是你宣告，你的宣告，你是良牧人不迷失，勇猛的人有渴望。绣花布下的仙女，编织的花儿是醉人玫瑰，甜蜜芬芳是姻缘深深。祝我的生命是你的荣耀，祝我的美梦是你的恩赐，是你宣告，你的宣告，神是真爱，基督心事。向天飞。